这代表就是107年9月20号，高雄捷运美丽岛站橘线部分。21:20，主班车是车开往大寮的车号1110加上2109加上1109。再亮一组绿色高雄捷运列车，在美丽岛站准备驶。两张照片，看不到你的都点不到主观照片，再见，拜拜。